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腾腾。我们今天呢，继续来玩这个《欢乐吊王传奇》啊。那么今天的话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九月的最新序号。好，那要兑换的话，一样是点击这个头像，然后在虚报码这边可以输入，来输入一下这个九月的礼包码 SEPHAPPYFISHING。好，这个期限是到10月1号，可以拿到一些体力，还有钻石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NON 39。NON 39，这个的话还比较豪华一点哦，体力、金币、钻石，还有一个豪华吊箱，可以开启史诗装备啊，还有一些以前还可以用的礼帽序号，在这边跟大家分享。好，然后这边呢还有官方之前整理一些礼帽序号，那除了前面三个 VIP 系列有 VIP 66、VIP 77、VIP 88这三个已经过期之外的话，剩下的话都还是可以领哦。那兑换有期限啊，所以说要兑换的话，要赶紧把握这一段时间哦。然后接下来9月17号，官方也会出一个中秋的特别礼包码哦，那记得就要来这边去领取啊。好，那我们领完了这些卡包，就可以直接这边开起来哦。好，有8张特型鱼，还有超巨型鱼，这边直接拿到一个大口黑鲈，啊，叫什么胡红点龟。然后官方在他的脸书粉丝团也有分享那个体感钓鱼哦，那主要是要把这个 sensor 打开啊，这样就可以去体感钓鱼哦，可以去试试看。啊，再来就是我们的邮件信箱奖励，这边也可以拿到200的钻石啊。我们新手开局拿到这个初级钓竿哦，这边光轮3000，拿到非常多这些碎片嘛，就可以把它突破上去哦。开局就直接有一个2星的鱼竿哦，光轮3000。啊，这边是可以把它等级给升上去啊。好，那我们这边的鱼卡就可以增加我们拿到了分数，还有重量加成。那就像我们拿到的那些卡片，就可以把它升级升上去啊，就可以拿到更多分哦。这边又送了一个，送了非常多鱼卡，啊，直接把它一键升级。啊，这边加成都有分数加成1%，还有重量加成，那一加成也都有。好，然后现在的这个7天任务的欢迎派对哦，这边的话完成任务也是可以拿到大量的体力值、金币，还有这个初学者卡包鱼卡，然后最后面的话甚至可以拿到这些传奇的钓鱼箱的装备哦。好，那么就直接开始哦，这边可以先选择我们的大头贴啊，那有些大头贴还明显感觉都是 AI 产生出来的哦，好，我们就选一个这个小。这个鱼好了，好，这边可以输入我们的名字，好，腾腾，好，准备就绪，开始我们的第一场对决哦，这边就直接去卡多湖钓鱼，好，排名前三好像可以到下一个地点去钓，我们排名还太低哦，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升到前三，好，先抛竿。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真实哦？好，张力越高的话会杀越高，所以说要先释放一下。等到快断的时候再放开就好。好。拿到一个小型银炉，哇，直接升到8米嘞！还有更多炉鱼啊！第一名的卢卡斯怎么已经8000多分了？超巨型鱼。我拿来需要额外技能哦，滑动摇。摇杆是怎样？摆杆。可以爆气狂拉。哦。但是会慢慢提示往左边。
已经快要完成了。哦，终于啊，钓这一只鱼也太累了，22.05斤哦，直接暴拿1435分。我们的卢卡斯怎么突然就瞬间第一名了？不过没关系哦。好，那拿到了还可以加入新的队伍。来开个宝箱。好，直接拿到一个把史诗的钓竿哦。我们还有轮盘券15张，就可以继续开这些宝箱。还有碳布。好，那接下来应该就是继续去钓鱼。有超多轮盘券，好，接下来是爆钓对决哦，看应该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，哦，应该是没有，我就再钓一个，好，有鱼上钩了，啊，出现提示就摆干一下。来个咸水白鲈，150分呢。这个鱼是怎样？因为等它拉到最高的时候，对，你看这样它就可以一直疯狂扣超多血。好，拿到一个大型，这个鱼的名字，嗯，汤匙什么的。这边就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收集到鱼了，啊，多虎鲸一颗星了。啊，这里有鱼，好多轮盘券，还有一个完美刺鱼，啊，再钓一个，刚刚是不是有100多个体力啊？还可以钓超久，不是直接爆掉哦，刚太极限。好吧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这个《欢乐钓王传奇》的游戏礼包序号分享，还有游戏试玩以及新手开局福利介绍，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喽。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